这一节呢，我先说一下方向啊。方向实际上呢，我们大家都是在45度斜线上啊，基本上啊都是面向角落里去走。前四个八拍，一共有6个八拍，前四个八拍背翻做2次的时候，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斜面上啊，面对的都是这个斜面啊。一会儿我会讲哪一拍在哪儿啊，咱们后面的就不是了，所以你记住这个方大概的方向，我们就不会出问题了。好，那我们向后转，先说第12个八拍。刚才上一节结束的时候呢，大家还记得呢吗？我们是提的左七啊，转到了前面，这时候呢，我们直接向我们的左前上左脚啊，上左脚，我们做一个立绕转体。立绕转体的时候呢，我们右脚跟随立绕转体，1、2、3、4拍呢，上右脚也是跟左脚，还是一个立绕转。这时候呢，其实我们转体呢是一个135度的转体啊。那么大家呢注意，我要是老说度数你就糊涂了。那现在呢，我再重说一遍啊，这个转体呢，我们上步转的时候呢，你就做一个立绕转体，怎么样啊？面向你的45度，一上步就成面向45度斜方向了，对吗？然后我们转的时候呢，转一个90度，多转一点，多转一点，哎，在另外一个角度也就够了啊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再开右脚跟左脚，同时再有一个立绕转体，1、3、4、3、4转过来啊，就转过来了。然后5、6拍呢，我们是撤左脚撤右脚啊，做的是背翻。你看第5拍撤左脚的时候，我们是后摆5、6翻，好，再撤左脚7翻，翻完了7之后呢，第8拍啊，我做一下后面啊，他们两个做翻完了之后，第8拍的时候呢，就沉拍垂立拍一带就可以了啊。我们再来试一下，慢一点啊。好，好，预备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，我这样做你会看到5、6、7啊。从上面5、6、7、8，从第7拍到第8拍一个垂立拍一带，接着我们再做下一个的立绕转体。我们还是把这个八拍做完整啊，再来一次，再往后一点，你们会往前走。好，预备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就在下面这个顺时针的绕啊，我们没有翻拍啊。接着呢，我们身体是方向是不变的，我们就不说了，先把这个1个8拍先做好，后边只是方向问题。好，预备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那我们要求第8拍的时候有一个右转腰，转腰。好，我们还是面向着怎么样啊，转了一个180度，向另外一个角落，还是在斜线上走哈，别忘了转过来。我们接着是同样的动作，2、2、3、4，预备走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啊。这时候7、8的时候呢，这个第2个8拍的7、8拍完成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怎么样啊，90度的转，7、8一带就把自己带到了另外一个角。你看原来转过来应该像这个角啊，你就记住了，全是在房间里的4个角。好，我们再来把前2个8拍搞好，我们再往下走啊，基本上动作都是一样的。好，别抬脚了，没事啊，那个衔接的地方我们就不做了，他们老金鸡独立会很累的哈。我们就直接先向左前45度上脚立绕转体，预备走，1、2、3、4，跟住了，5、6、7，翻完2个之后8转腰，接着我们还向另外一个角啊，也就是反方向的角上左脚立绕转体
二三四，预备，开始，二二三四，预备，八，转过来，好，五六七，翻完八，转一个九十度，一会儿我们要向啊另外一个角再走了，我们接着再做啊这个斜面形成了一个什么？你看啊，我们先向我们自己现在多带九十度的腰。接着呢，我们就向我们的前方走了。预备，起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转了一个百八，五、六、七、八啊，继续怎么样？回头啊，直的走就可以了。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啊，七八，我们这回不带了啊，最后。四组完成之后不带，我们就拉拍，八，啊，就稍微又转腰，其实就到了什么呢？我们刚开始初始的状态了。这四个八拍完成以后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啊，各位老师，您跟得上吗？啊，你就这样记，动作是完全一样的，只是方向不要转错，记住了吗？王老师说了，刚开始是在左斜前。啊，那你转一个一百八之后就面向了右斜后，啊，之后怎么办呢？有一个九十度的转体，转到了另外一个斜面上，也是前后一坐，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？交叉的，像乘号一样的啊，左脚在自己的左斜后，是吧？那么持拍臂呢，在这儿我们继续转。啊，继续转，那这个转呢，也是大家容易头疼、容易晕的一个地方。那你记住一个规律，其实我说过了，任何的动作呢，它都是有它的规律性的。所以呢，你掌握这个规律，你就不容易出错了。先转多少呢？我们向左的动作和向右的动作都是先转360，再转180，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啊？我们垂立拍，收左脚，并脚转一个360度，还回到我们刚才这个位置啊！来，我们一起预备起，一、二，并脚回来了吧？你是不是转了360呢？好，三次拍，我们做了一个垂立拍，小的绕翻。我们五六拍做顺时针的绕翻至右侧的时候，我们踢右腿啊，我们先不做手。把脚先踢一下啊，好，来，我们向左前踢右脚，好，落地的时候把左脚一垫垫，其实就是左脚打开一点啊，活一下步，再来一次试试啊，来，踢右脚落步垫，哎，它就打开了，再来一次啊，好，向左踢右脚，落右脚的时候左脚一开就垫过来了啊，我们试一下。好了，我们再试一下反方向啊，反方向同理也是一样，向左踢左脚，垫右脚，再来一次。好，预备起，踢左脚，垫，啊，非常好。好了，我们把它连贯的做一下啊，来接着上一组动作完成的时候，好，先转多少啊？王老师不说，你先想。360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垂立拍，转并脚，收脚并脚转360，回到原来的位置怎么样啊？做一个逆时针的点翻，接着怎么样啊？我们做顺时针的绕翻的时候，踢腿，收左手，垫，两手再打开，好，再来，并脚绕翻，点绕翻完了之后，前面他们没问题，好。绕翻的时候，踢右脚，垫左腿，垫左脚，预备起，五、六、七、八就省事啦。王老师怎么说的来的？一百八，立绕转体，至左侧，哎，就过来了。啊，现在大家跟我们一起做背面的，我们转过来。啊，左脚是这个脚是开步的，在左侧的，还记得刚才怎么走的吗？好，下抱圆360对吗？好，我们收的是哪只脚啊？还是左脚啊？这你记住，收脚不变，调整成下抱圆360，一二拍转，到哪儿啊？到左侧，
在左侧我们做三四拍顺时针小的绕翻，刚才教过你啦，踢奶腿呀、左腿，这回是反绕翻了啊，向右前踢左腿，五六，持拍臂还到左侧，好，七八转，你跟会了吗？跟会了我们就翻过去方向啊，我们再给你做一下左侧啊，这样你好跟啊。好，预备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先跟这组动作啊，练熟了一会儿你就不会错了，再来。好，预备调整拍向下抱圆啊，预备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跟一下音乐啊，大家体会一下，如果你觉得音乐快带不上球呢，我们就先不带球跟，好吧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六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很好，是吧？